什么病配什么药啊，这是拢 OK， 因为伊都拢学过啊。但是哦，临床的经验有无？无，伊会安那呢？病人来的时阵，伊就先问看，你即摆是啥物病？病人一定讲，我啥物病？你甲我看，我啥物病？咱就看，看几波，看无。啊，规期你用讲的，你唔免给我上几波的。对方就讲，我知影我啥物病，甲你讲我就来。啊，你讲一个好医生爱安那？搞个医生了吼，一来吼唔免问就知啊，看伊哇。所以这款的医生叫做啥？立实相的，安尼了解吼。所以啥立实相的医生爱记住三明六通唔免。啊，你若无记住，啊，你甲医学系都毕业呢。知啊吼，所以现在他叫久病良成良医，这拢是啥经验呢？这累积修来呢？